小黑，小黑，这狗下不来啊！本来我说让它自己下来的，看它能不能自己下来啊！来，小黑，哎呀，能不能自己下来？有点害怕了啊，不肯自己下来。哎，哈哈哈哈呀，那笨笨，你们别上来了！我的天呐，你算通天了，你若狗啊，你若狗算是牛逼了你。哎呀，小黑，来过来。估计刚才看见这底下有点都有点害怕了。那叫笨笨上来教教你吧，看笨笨能教会你不会。哎，那不是笨笨上来了？哎，笨笨要下去了。我靠，我也是醉了，好吧。哎呀，你说活算是弄了。哎呀，好吧，好嘞，给你拨下去啊。然后把小黑给抱下来了啊。哎呀，实在不方便拍摄，把他给抱下来了。哎，真怂，这嘚儿真怂，还尿了两滴儿。小黑再也不上这么高的楼了。小黑说再也不上这么高的楼了。哎，我的天呐，这天说真的啊，真的在下雨啊。刚才真的滴了一会儿啊，我将那里头卫生给它扫一下啊，也不算落脏。那都会拉到这儿，啊？那都会拉到这儿，这不是能吃饭的地儿，很不讲究了，我跟你说，真是。吃饭了啊。然后现在给他们安排好了啊，现在他们都在吃饭啊。这笨笨是真的是从那儿追到那儿，从那儿又追到这儿啊，可能他觉得最后一站就是最好的吧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反正他们三个，一个狗对吧，一个那个对吧，无所谓了，能吃到就好。小笨笨跑到那儿吃去了啊！要把我给笑死这几只狗。笨笨跑那边，对吧？小黑跑这边，小花跑这边，他们三个轮轴转啊。那笨笨，你看他贱货，又跑到小黑那边去了。你看小黑怎么办？又跑回来了。要把小黑估计搞得有点蒙圈呢。小黑说：“咋回事啊？这笨笨怎么这么坏？”小黑说：“算了，我还是跟小花在一起吃吧，比较安全一点，对吧？”这小花看娘西皮的，你有自己的不吃，非得吃我的，我却单独吃一个的，对吧？他们心里都有各自的打算啊。吃饱了，但是每次我发现都是小花先吃饱了，这只狗吃得快。要么也，但是那只狗说实话，肉长得可不少。
回去，笨笨。笨笨。三头同吃着火算是。算了，他啥都是三头同吃。只不过是他是主动的，他是被动的，就是这样。这小伙儿算是吃饱了。小伙儿这狗还可以。比较有素质，有素养。吃饱就停，对吧？你看我一说他，他这说他的，是不是这说你的，是吧？精力跟猴一样，我就说你精力跟猴一样，夸你两句都这夸你的啊。吵架的时候你也这个吵架，你看你能的吧？这再没有比你能的狗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世界上，看你长得跟那印第安人一样，跟印度人一样，是不是？说你白吧，你也不白；说你黑，你也不黑。好了，回去吧。回去。然后这里面已经吃完了啊，然后那边那个啊，这边这个也吃完了啊，然后还有这边这个吃完没？来，过来。这边这个也吃完了啊。OK。然后把他们这个水给加满啊。把他们的水压满，喝水吧。你咋不喝水啊，小伙儿？这老实的待在我旁边干啥嘞？看你那吃嘛糊，早上都不洗脸，是不是不洗脸？真是的，叫看你有吃嘛糊吗？呀，一摸一手水，你真犯人呐，笨笨！要看你有吃嘛糊吗？母牛，早上洗脸了哈？好，呀，真是的，笨笨干啥来个那儿？他也是公狗好吧？把他们安排好了，我这里搞了一身汗，洗一下脸，然后我坐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我天，太热了，洗一下脸。然后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特别感谢，就是昨天有一位粉丝跟我说，让我去申请了一个那个什么Pay for P A Y P P L E Pay Pay P A Y P 应该是这个吧。然后昨天我只忙到凌晨啊，应该说是今天凌晨4点钟啊才搞好这个账户啊，然后就才休息嘛。然后我睡醒的时候就是现在快中午了，然后的话我做梦啊，梦到然后谁知道啊，然后今天醒来的时候我登录了一下这个账号，看了一下，真的有一个叫一个女士吧，对吧，一个粉丝，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可以进行打赏了，这个好像打赏了五欧元吧，好像是欧元啊，然后我转换了一下美元是5.771，好像是这样的。不过的话他这个好像是要150美元才可以提现，希望就是有提现的那一天，还挺开心的，说实话，算一个惊喜吧，真的算一个惊喜，就是算是本来我挺沮丧的，说实话，然后突然就像充电一样，帮我充了一下电，就整个人精神多了嘛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也特别感谢这位粉丝朋友啊，然后特别感谢这位朋友啊，就在这里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事情啊。所以我会把那个 paper， 然后把它给放在我的每个视频的末尾吧，就是这样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点，理解万岁啊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午餐啊，
这个是肉松面包啊，这个是昨天前天大前天啊，大前天在超市买的，这个搞活动啊，10块钱4个啊，就是这个肉松面包10块钱4个，还挺便宜的，就是吃起来有点硬啊。这就是我的中午饭，今天中午就吃这个。行，然后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